你们有那个都干，来，你有那个都干，透一点色来，嗯。我拿什么服？你的孙子要什么梦？来，想什么梦啊？来，我没话别啊，我没话别，来吧。你怎么忙住我呢？我冇啊，咩？有骨骨咬添啊，啊？有个六根咬添啊，啊？发达嘞，有个六根咬嘅，食到乜都唔食嘅，嗯？你就先食嗰粒咁啊，食嗰粒鼻屎都未，咩？哇，闻到未啦？因為零下三度喎。咩啊？零下三度。幾時啊？天就晚咯，唔使擺開油煙房嗰啲喎。停！唔食得多，唔食多嘢，翻返。翻屋企，我叫翻返，出嚟做工啊，唔得啦！佢成日喺度，佢唔怕噶，朝頭早冇咁凍啊，晚黑天零下嘅。我想去睇下，我想去啦。擋曬風，怕咩啊？晚黑即零下三度啫嘛。想凍死我啊！咁整咁耐都冇夠骨骨聲。OK， 算啦，唉。整咁耐都冇夠骨骨聲。哎呦，走啊走啊，擔住走啊走啊，嗱，走啊走啊，細佬冇嘢佢添喎。點啊你？哇！走啊走啊走啊！哇哇哇！依個骨正啊，老豆埋去都唔得啦，依嚿啊，老豆都唔認啦嚇。哦，你個屎姐嚟啊！係一個骨骨啊，一個六根咬啦嚇，死你啊！啊啊啊啊！死你咯，一個咁嘅大骨骨啊，就大骨骨啊，大骨骨啊，啊啊！呢個就摸下咧，哇糊啦開始，啊！好啊，你話，哎，點啊？大佬啊，大佬，大佬，大佬啊，老豆都冇錢講噶嗰嚿嘢，哇！你真係仲入嚟想屎啊你哦，咁你嚟多步啊，老豆冇錢講啊，嗰嚿嘢你又縮埋一邊食啊，知唔知啊？老豆食乜都唔知啦，已經食到。